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 B， 好久不见。我最近在忙着跑校园，准备马来西亚演唱会的东西，所以比较少见到大家。大家有想念我吗？因为我是很想念大家，对。那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就是5月28号在西门河岸留言，我要举办一个售票的小型演唱会，所以大家希望一定要到哦，真的，不要让我在那边一个人孤独的，好不好？要来哦。所以大家想知道怎么买票吗？大家可以上河岸留言的官方网站，或者是我 B Facebook 官方粉丝页，或者是我的无名小站，都可以看得到，就是有资讯哦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来看，好不好？拜托拜托，我是哦。